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云顶上面平安院也是有同样的在进行我们的这个的spiritual camp， 我们的这个的营会。我相信呢，神也一样在我们中间来动工。上个礼拜我们就谈到，就是特别是第三堂，谁有来第三堂的上个星期？好，很少，很好。因为第三堂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到，要成为父亲，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男人的，也一些的主要的 key 条件。那么今天呢，神还是一样感动我们，就是我们要继续带领大家，就是要往这方面呢去来 review， 去来更新，去来检讨。是因为接下来下半年呢，我们还没有进到去下半年之前，神都要我们去检讨，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检讨。检讨什么呢？检讨我们现在我们跟随神的脚步是否如何，检讨现在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是否如何。我们还是好像以往那么的爱神吗？我们还是能够继续的记得今年年头神给我们的一个目标吗？使命、呼召等等，还记得吗？因为要看见我们的目标完成，神给我们的旨意，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呼召完成，它的主要的重点不是我们知道多少，是我们要变成那么的多更强，不是主要的 key， 我们要继续来能够去承接到神给我们的目标，神给我们的意向，神给我们的使命，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我们不放弃。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放弃。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哦，一个冠军呢，就是 champion， 就是一个没有失败过的一个的人。No， 其实不是。反而一个真正的冠军 champion 是一个常常失败的人，但是他每一次失败，他都会在那个地方站立起来。一个人他参加一个的比赛，他跑那个long distance running， 40个 kilometer， 可能 maybe， 不在乎他跑了多快，不在乎他的脚有多长，都不是在乎这一些，不在乎他喝了什么饮料，是在乎他以后会不会放弃。很多人也是会在途中一半的时候，哇，非常的辛苦，我没有预测到那么的辛苦的，本来我还以为想象到是好像很容易的，那你知道跑了过后才发现到 Oh my goodness， 做错了决定怎么办？途中放弃。在关系上面，夫妻的关系也是如何，神没有安排我们失败在那个的婚姻关系里面，因为离婚不是来的神的，对不起，而且离婚不是来的神，而且是和神呢非常的生气愤怒，不喜悦离婚。因为神说，我所放在一起的人不能够分开。我们都相信如果有一对的男女那么的幸运能够走在一起，走在婚姻里面，它是个约，一个 covenant， 一个 vow。 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 make a covenant， 做一个约，立约，永永远远我都跟你一起，不管你生老病死，肥瘦，漂亮不漂亮，我加进去的这些都会跟你一起。You make a covenant 跟那个你的另一半， so that whatever happen， 什么事情发生都好，你都不能够放弃。 The D word， 那个的离婚 divorce， 不能够
从你的嘴巴口中出现。为什么我会讲到婚姻呢？因为神还是带领我们继续去看我们的教会现在的情况。你说好吗？好，非常好，非常的好。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到另外一个领域，更高的领域，我们需要一样东西，是 so far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缺乏的，我们真的是缺乏的，就是一个真正属于神的男人。跟你旁边的男人说，你看到你旁边有男人，跟他说你要成为一个属神的男人， Be a man of God。 当然女人重要吗？女人非常重要，不要误会，我们不看重女人，女人重要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不为她们着想，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姐妹着想，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刚强的男人。因为如果教会没有刚强的男人，教会的姐妹怎么样？就要往外找，是吗？就讲到你们的心声吗？ Oh yes。 很多时候我做过一些的这个的counseling 或者是门训，我都问他们为什么不要怕拖，你就到了年龄了，年龄差不多了，快点哦，还要生孩子呢，是不是啊？你还要给你两年 honeymoon， 等下你要生孩子，生了一个，生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因为神要你生养众多嘛，都快点哦，到时间了，等什么，快去找。那么他们都会给一个答案的，就是不是我不要找，没有的好找啊，很可怜可悲。我讲是吗？很多男生吗？男生举手一下，男生、哎、不举手啊，不是男生啊，哇，好，你们都是刚强的男生。那几多男生为什么你讲没有呢？他们发现一个东西是很明显的，就是姐妹永远都是比弟兄呢来得更爱神，来得更属灵，祷告举手的时候都会举高过弟兄的，弟兄都是这样低头。你叫那些姐妹怎么样有信心把她的一生交在她那个的男生，这样子的男生的身上？哎，不是开玩笑，不是一天两天，是永远远。 What she believe， 那个姐妹相信的是我只有一次的这个的婚姻， okay, one the only one， 没有的 try 的，不是买吃的嘛，我试吃一下，没有的，买了就是永远远。好，你说这么男生就说我 available 啊，那么为什么没有人选我的？可能我们真的是要检讨一下，为什么没有人选你？因为就是你可能 lack of something， 你 lack of 一个能够给到那个姐妹有一个安全感，她能够把她永远一生都交在你的手中，而且呢，她要改姓的嘛。改姓跟你姓啊，好像 Sally 要改姓变成 Mrs. Tong 是吗？因为他的丈夫是 Richard Tong， 所以他改姓，别人都叫他哦，你是 Mrs. Tong， Yes I am。 如果他把这个姓改了，跟了一个倒霉不负责任常常写写管一个的男人，一听到这个男人的名字，通盖整个 village， 整个的村，整个的 church， 整个 clan 都认识的，不是因为他做了好事，他做了的臭事坏事，哦，那一个人啊，我知道啊，你是他的太太啊， you， 你觉得他怕吗？他一定怕啊，他可能他要包头变成 ninja 了吗？每次出去的时候盖着正在的眼睛，他不很怕。所以男生
的确男人呢要刚强起来，而且接下来如果神带领我们去承接一些我们以一直来都没有办法承接的，我们真的是需要男生起来帮忙我们现在目前非常爱神的姐妹来去拿起这个的责任。因为本来神就是拣选男生哦，男人去拿起责任，不是拣选女生。女生被神拣选是成为一个的助手 helper。当然很多女生都会觉得哦 why， 可真正你问女生的心里面的心底话，需不需要？我不管她多强都好 OK， 她都需要有一个的非常坚固的这个的叫什么肩膀来依靠。不管她多强，你可以问，你可以做 survey 去问很多刚强的女强人，为什么她变成女强人？ Because she got no choice， 她没有选择，她要生活，她要生存，所以她未必，男人不可以依靠，臭男人不可以相信，但是我还要吃饭，我还要生活，所以怎么样？靠自己。所以呢，在很久很久以前，不是很久，1960年的后面的时代，到70年头的时候，美国呢就有一般的女人开始一个的行动，一个的 movement， 是一个woman liberation movement， 就是来抗议男生。他们说女生也是一样更强，女生也能够做头，他要反圣经，他要反真理。这里说哇，为什么神是拣选男生成为一家之主？ No， 我们也是可以的。所以全世界开始有个一个这样的运动，就是推翻这个 equal right， 他要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女的生孩子男的也是要生。哇，怎么样生？反律法，是不是？我们来看看这些照片，你会看见呢，每一个国家的女人开始 combine 合一起来，来反转。因为每一个女生、女人，她们里面的心里面呢，都觉得她们就是被人看不起，她们是 second class。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男人就是看不起女人。整个世界 society 都是看不起女人。他们这个运动过后，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也是做了一个 survey， 看一看是否他们有这个运动过后，女人的命定有什么的改变。很可惜的是，做了这个的报告出来，80年代的是过后，发现到女人跟男人的 population 人数还是一样的，就是 50%, 全世界全宇宙。然后呢，但是大部分的 income， 大部分你工作的 income 都去了男生那一边，女人呢只能够赚取了 10% 的整个宇宙的 income。 更可悲的是什么？他们常常就是那一个第一个被除的。如果他们是工作要裁员的话，他们女人就是第一个被除，最后一个被 require recruit， 永远呢都是看不起他们的，工钱非常的低，而且呢他们未必要做一些苦工。女人尝试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很可悲，没有办法。而且呢，在Russia 那时代是特别严重的。女人呢，她的工作呢是包含一样的事情，就是要跟老板睡觉。每一个的女人的工人，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包含一个的 job scope，
一定要跟老板睡觉，他们才能够被聘请过来。 What a sad things。 在中国还有很多是重男轻女的想法。现在中国是怎么样，只是限制一个的孩子，因为太多人口了，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只要男生不要女的。哦，女的 ultrasound check 到打掉不要，因为是律法，他们只是能够生一个，每一个都要男的不要女的。还是有这样的到现在哦，甚至在印度，我刚刚最近读了一个新闻，印度怎么样，这个很可悲的，这个女生的 college student， 在一个晚上的时候晚上他们看了戏，跟朋友一起搭巴车回家，然后被那个 bus driver 跟他的朋友三个全部加起来四个人强暴他那个的女生，而且非常的非常的恶劣，到那个的女生呢送到去医院的时候已经死去了。死去过后，现在呢他们要告那个的男生，其实很难告，因为呢那边的律法就是看清女生。印度到现在哦，最近发生的事情啊，不是以前的吗？还是有这样的命运。而且那男生说怎么样，他说我不承认我有错，因为呢是那个女人的错，那个女生的错，她的衣着不这个穿到很性感来勾引我，不是我的错。还有很多人都 agree 他 yeah. 所以很可悲，以前女人做了工作，这个的 movement 到今天还是面对一样的命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用错方法，女人没有办法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如果他们靠自己，他们的命运如果要得到改变的话，一定要透过跟你旁边的人说，男人是一个属神的男人，有神价值观的男人，一个可以说爱神的男人，跟你旁边的男人说爱神的男人，跟他说的 man 一点 OK。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属灵都有说到，所有的如果你要去改变的话，你必须要那个先犯错的人悔改，然后呢他要重新的拿起那个的责任。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我们请 KC 是吗？ KC 帮我来念。正好像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好，这边说英文是 Therefore just as sin came into the world through one man， 这边的 man 的描述不是 generic term， 不是男女一起 man， 不是有一些的经文是这些的意思，但是这一个的不是，这一个是单单讲述到一个的男人罪进到世界是因为谁，一个的男人。所以男人都应该要拿起负回起这个责任，把错的变回去对的。好像耶稣亚当做错了，然后耶稣就来，耶稣是个真正的男人，他来到这世上，他把错的事情把他 correct 回去。所以透过他，人类透过亚当犯罪跌倒，但是人类也透过耶稣基督悔改改变，然后跟回父神有回个很美好的关系。你要世界改变，家庭改变，你的小组改变， whatever， 你的感情改变，你的婚姻改变，除非 you as a man stand up 负回起这个的责任，不要去怪东怪西，怪天怪地怪鬼怪狗，都是那狗的水。因为有时候会为了一个狗吵架然后离婚的，有听过这样的笑话吗？我听过一个的真神故事，他说因为他刷牙的方式不是我要的，所以我跟他离婚。 Oh my goodness， 所以世界很好笑，什么人都有。
但是不要笑哦，可能就是发生在你的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可能甚至现在甚至你还没有谈恋爱的，你还没有有 life partner 的，你以后找的 partner 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哦。所以你要把神带进去你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然后怎么样，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为什么亚当会犯错，为什么能够怪亚当呢？很不公平。我们都知道亚当没有吃那个的果，是谁吃先呢？夏娃。为什么怪男人，应该怪女人，都是你的错。我们看看经文怎样说，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我们请 Casey。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这边说什么？当夏娃吃那个果的时候，吃了过后没有说罪就进到世界， no, 没有说，是当她把果交给她的丈夫，英文说 who are with him, who are with her, 是跟她一起的丈夫，不是在家里面的丈夫，是跟她一起的。所以这边我要你看看，打开你的眼睛去看，就是她不是吃了过后打包回家，哦，丈夫我吃了那个果很好吃， no, 是 actually 是当夏娃在被魔鬼来欺骗的时候， actually 亚当就在旁边看着夏娃，但是什么都没有做。哇哦，听起来好像很多我们所认识的男生朋友一样，你看过这样的男人吗？我看过很多次，明明看了就明明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的，看而已，发生事情后才说，都讲你的啦，不是这样做的，才来拦嘞，是不是？有遇过这样的人吗？哎，很多次。今晚你唔讲，你唔出声，我谂住你识嘛，所以咪唔讲咯。这是一个借口。因为为什么呢？根本亚当非常清楚知道，夏娃他不知道 ，He don't know, she don't know。因为神只是有启示亚当而已，他没有启示夏娃。因为神把一个责任，一个 responsible， you should protect your wife， you should tell your wife， you should teach your wife， not the other way， 不是调转翻，调转来，很多时候是调转来。我叫你洗碗，洗到这样子，啊呀呀呀呀！我叫你，我叫你抹地，抹到这样子，男生在那边就，谁喊得这样大声？你看过吗？我看过，那个女的变成领袖，男的变成一个助手，一直被骂，一直被骂，顶你顶去，顶你顶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男人没有负起他的责任。我们看提摩太一书2章13到14节，好，这里你就会看见为什么亚当被怪。好，提摩太一书2章13到14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不是亚当受了引诱，而是女人受了引诱，陷在过犯里面。很清楚，先造的被是谁？是夏娃，不是亚当。然后被引诱是谁？夏娃。但是他在你看见呢，创世纪第三章那边，亚当就在旁边看。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有这样的男生，这样的性格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神的男人，我们必须要，很多时候我们要拿起那个责任。It's our job, it's our responsibility. 不要推卸责任，不要说照顾家庭是女人的事情。No, no such thing. Yeah, they are our helper. 他需要我们的引导，他需要我们的带领，他需要给我们给他方向。老婆会问 What to do? What to do? 这个这三个月没有钱，没有钱啊，给这个学费啊，
阿公说，哎呀，神说要有信心，明天的事明天的忧虑，不要烦，先睡觉。老婆那边烦，哎呦，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呢要打电话去给这个他妈妈，打电话给妈妈，妈妈妈妈，我面对这样的问题，没有钱给我的孩子上课，怎么办怎么办。妈妈爸爸说，有没有搞错，你那个这个水老公死老公没有用的啊。哦，没有，不要吵架，不要吵架，我要解决问题而已。那老公突然间跑起来的时候，去厕所听到，你做什么？打电话给妈妈，打老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要黏。怎么告诉老婆？告诉你妈妈怎么？要让你妈妈啊跟全世界讲啊，我没有用啊，的确是没有用嘛。那怕什么人讲呢？那不要给人讲的话，去找方法啊，去努力工作啊，就不要，但是又要撵，又不要努力。你知道很多现在很多的男生就是叫病态，你知道吗 ？Weak man， 不要拿起责任，推卸责任，那是 authority。没有给钱给孩子不用算，不用紧。还要孩子给钱他用。有看过这样的父母吗？爸爸，我也看过，我做全职这样多年，我牧养很多很多年轻人的时候，我什么父亲都看过，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做什么的父亲。 I don't know。 所以我求神祷告神说，神啊， FGA 是你使用的，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男人在我们中间。兴起们男人，去搓头，不要作尾，作为成为一个负责任好像耶稣基督的形象的男人，不是亚当，是充满耶稣基督的形象的男人。跟你旁边人说，你是充满耶稣基督的形象的男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的故事，非常长的故事，但是充满了意义。 OK， 来，我们请你们看荧幕或者看圣经，我们翻开到创世纪三十八章 ，OK， 创世纪三十八章一到二十六节，我会请 KC 帮我一次过念完它 ，OK， so you can catch whatever， catch it， 神要对你说话，阿门。好，我们请 KC。那时犹大离开他的众兄弟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的家里居住，那人名叫希拉。犹大在那里看见迦南人苏雅的女儿，就娶了她，与她亲近。她就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儿。她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给她起名叫儿男。她又再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就给她起名叫施拉。她生施拉的时候，犹大正在祭祀。犹大为自己的长子儿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是个恶人，所以耶和华取去他的性命。于是犹大对儿男说，你去与你哥哥的妻子亲近，向他尽你做弟弟的本分，替你的哥哥立后。儿男知道生下来的孩子不会归自己，所以每次与哥哥的妻子亲近的时候呢，都遗精在地上，免得替自己的哥哥立后。儿男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是件恶事，所以耶和华也取去了他的性命。于是犹大对他的媳妇他玛说，你回到你家父亲的那里去守寡，等我的儿子施拉长大了。因为他心里想，恐怕施拉也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死去，他玛就回去了，住在他父亲的家里。过了很多的日子，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守丧的时间过了以后，犹大就和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哪去，到替他羊群剪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现在上亭哪剪羊毛。他玛见施拉已经长大了，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去守寡的衣服，用帕子蒙脸遮蔽自己，坐在亭哪路上，以哪应的门口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他是个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过去那边说，来吧，让我与你亲近。原来他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媳妇。他玛说，你与我亲近要给我什么呢？犹大说，我从羊群中拿一只小山羊送给你。他玛说，
在你没有送来以前，你可以留些什么东西做保证呢？犹大问，你要我给你什么东西做保证呢？他马回答，你的印戒，连同印的袋子，以及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亲近，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马起来走了，脱去帕子，再穿上守寡的衣服。犹大托自己的朋友亚杜兰人把一只小山羊送去，要从那女人手中取回保证物，却找不着她。希拉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因路旁妓女在哪里呢？他们回答，这里是没有妓女的。那人回去见犹大说，我找不着她，并且那地的人都说这里是没有妓女的。犹大说，那些东西任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人讥笑。我已经把这小山羊送了去，可是你找不着他。大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媳妇他玛做了妓女，并且因此怀了孕。犹大说，把他拉出来烧死他。他玛把拉出来的时候呢，派人去见他的公公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这谁怀了孕。他又说，请你认一认这印戒、印的袋子和手杖是谁的。犹大认出这些东西，就说，他比我更有理，因为我没有把他给我的儿子施拉为妻，因此犹大就不再与他亲近了。好，我们谢谢 KC。 这边呢非常长，但是呢总结来说，你看见的刚才有两个主角，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他玛。 OK， 犹大他玛，犹大是一个的非常有这个的威风的父亲，有三个儿子，然后呢有了一个的媳妇，他大儿子的这个的太太老婆。过后大儿子行是个非常邪恶的人，神看到他讨厌，把他杀掉。所以呢不要成为一个邪恶的人，神可以随时 anytime without a reason。 OK， 所以不要乱犯罪。第二个儿子来了，OK， 以前的 custom 是这样的，以前的那个的模式是这样，那个叫什么？culture，OK，、okay? 就是女人呢，一定为什么一定要怀孕呢？因为对他们怀孕来说是很重要。你看见莎拉，每一个以前的没有的生育的，都非常的哭泣的，到神的面前哭泣，生啊，给我生育，给我生育，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生产一个孩子就是一个的产业。他们以前是没有 education， 你没有在读书，没有 career， 没有的 做明星，做 superstar， 做什么 whatever， no job career。 你以前的女生的命运很可悲， OK， 就是结婚生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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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孩子。所以神叫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OK， what she didn't do， 他看到 fruitful 不 fruitful 就是生孩子。你越在神，你越神越多，你就会怎么样？常常被人称赞，哇哦 good 哦，哇哦 good， 哇哦 good。所以呢，对他们来说惨了，还没有生育，老公就死去了。所以他的这个的犹大这个的父亲呢，就叫了第二个儿子来跟他的这个歹手 ，OK， 大嫂来相亲，为了什么？生孩子，给他的大嫂能够。有产业，有以后有人会照顾这个的他玛，他大嫂。但是呢，这个的第二个儿子也非常的恶劣，非常的邪恶。他要怎么样？他要做，不要负责任；他要做，不要给钱。哇哦 ，cheap skin man， 跟现代的男人跟没有什么差别的。他们不要跟你。commitment， 不要跟你结婚，不要跟你生孩子，建立家庭。No， 对他们来说，我要 enjoy life， 我要 enjoy 我的。哇，你知道吗？我这样年轻，哦，这样有体力，哇，这么多钱呢、啊，我一定要环游世界，认识完所有世界的每一个人男，每个人女人。哇，为什么我要跟你一起建立家庭？以后只有看到你一个女人而已。哇，不要，太过浪费了。很多现在的男人也是这样的想法。基本上第一，神看这个事情是非常邪恶的事情，不要犯这个的罪。
第二，这个的男人以为不要觉得哇，不要羡慕他，哇，很 enjoy， 他肯定会重病回来的。什么病我不知道，我不是咒主，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心态，真的一个的 lifestyle 肯定 bad things happen。他一定有他，神会 deal with 他，不要羡慕这种人。要羡慕的是羡慕那种哇，一夫一妻，一夫一妻，开心，这个的幸福美满，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夫妻的关系，那个才是重点。你种什么会得什么。今天你种这样子，可能你的人生不会种，但是我肯定你的下一代会种。神做的不是我说的， whatever God say in the Bible in the words will surely come to pass， 这个是我相信的。 That's why 我现在 even though 现在我没有看起来没有什么很大的哇很富足哦，没有， but 我 one thing I trust I believe， 我相信是以后我的下一代是非常蒙福的下一代。我现在这一代我是在做栽种的工作，我可能我没有这个福分去享受，但是 it's okay for me， it's okay。 重要的是我为我的下一代在铺路，以爱以宣能够在能够非常的幸福有健康榜样的一个的婚姻的一个的关系里面来成长。 They will learn， they will learn， 以后一个就变成 Irene， 一个就变成 Phoebe， 哇 Hallelujah。 我的祷告就是这样，很简单的，可能我没有办法成为那最棒的牧师，我祷告他们能够 嫁给到一个很棒的牧师。 That's what I pray。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男生们，成为一个 有责任感的男人，不要好像这个的犹大。你看到吗？他犹大 他的小儿第二的儿子然后死去了，为什么？ 他只要 sex， 他不要给他那个的他的那个的这个的种子，他不要给他，他丢在地上。 Wicked man。 所以说神也看一个非常邪恶的事情，他把他砍掉杀掉。第三个儿子原本要到第三个儿子，但是他还很小，所以变成了如果按照这样的 custom 的方法， suppose 谁要去承接，不是他小儿子的吗？是他的爸爸犹大。但是犹大看到哇，第一个第二个死掉哦，哇，那你知道等下我跟他一起的时候我又死掉呢，哇，这是手把心来的，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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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他说哦，你等我的孩子长大 OK， 长大过后呢我就把他交帮你给你给你 OK， 做丈夫。但是哦，不，他也怕我只有一个剩下一个的儿子，我也谋财松中了，等下是吗？所以我把他 我就欺骗他的媳妇，跟他说我会给你的，等 OK 等。但是有这样的发生吗？没有。当他长大了，等到这个犹大的妻子都死去了，哇，他有一天 他太太死去过后，他重新变成单身，哇，重新单身了。怎么样？他有钱有地位有名利，他就要去怎么样再重新的成为年轻人呢？去傻傻滚啊，去嫖啊。所以他告诉他的家人说 OK， 我去放羊 OK， 我去放羊，在那边 Timna 放羊。 Timna 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就好像 你去 Bangkok OK， Bangkok 那个 Red Light District， 很多 pub 很多 club 的地方。他可能去是这边的敲 gate，哦，可能是新加坡的 Geylang， 哦，可能是那个的Phuket 的这个的不是 Phuket， Hap Jai。 当你听到一个男生他说我要跟我的男生朋友去 Hap Jai， What do you think？ 我去那边摊茶摊茶 OK， 喝咖啡，你相信吗？喝什么咖啡啦，喝咖啡，全部男人去他 Hap Jai 做什么？去钓鱼啊。Something like that, OK, something like that. So 他跟他的家人说 OK， 我跟我的 friend 去 Timna 去放羊。每一个人都知道，包括他妈都知道，他妈他非常的心痛，是因为他的这个的父亲啊不守这个的
信用，讲说给他的儿子，给他大了都没有给，好了，既然你不给，我自己来。变成他卑鄙，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要假装变成怎么样 ？prostitute， 妓女。有谁很盼望你的志愿是我要成为妓女？哈利路亚。Who won？没有一个人要的。所以不要 看不起那些妓女，他们是我相信是没有办法，他们这样子有今天的命运，是因为在他们的人生的，他们所认识的男人是臭男人，没有负责任的男人。 Let's say， 比如说我不要讲别人，我讲我是个臭男人，我不负责任。有一天可能我的两个女儿这样漂亮，我不要做工，我懒惰，我递我的女儿去做，做什么？我没有给她学业，她不懂事，没有 education， 我没有给她供，我没有供她读书。What can I do？ 到后面，到最后，她也是会卖身，一样的。今天他们有的结果，是因为他们遇见了一个非常没有责任感的男人，臭男人。所以不要成为臭男人。我以前是臭男人 ，Richard 以前是臭男人。那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改变了，我们不再是臭男人。阿门。呀、yeah. ，我们 suppose 要给我们的姐妹幸福，给我们的另外一半幸福，不是给他们痛苦。所以呢，这个的汤玛变成一个的怎么样 prostitute 的时候，引诱他。然后跟他们长话短说，他们两个行房了，怀孕了，现在怀孕怎么办呢？给那个犹大知道过后，他说什么？谁呀、啊？谁在大胆在我的底下？哈、啊、，under my roof 啊啊！这个怀孕，阿拜尼抓他出来，狗男人，把他砍掉，把他杀死，把他烧死！哇，非常的怎么样？激动哇，非常的公义。他说什么？他说：“我的家里面呢、啊，从来没有妓女的啊！我的家里面呢、啊，从来没有去找妓女的。他刚刚自己去找妓女。很多男人也是这样，你知道吗？不要抽烟啊！不要抽烟啊！不要喝酒啊！我心想。”你的孩子怎么样学哦？你不要你的孩子做，你自己就不要做。所以到最后，这个的 当这个的女人大马被抓出来的时候，她给这个的，他们还没有行房的时候，她很聪明，她先拿了一些的东西，她是不是那东西？她是一个的手印，她的 chop， 她的这个的杖，她 walking stick。他给众人说，因为众人都要一起来审判嘛，他们已经要预备好了，包青天了，所有大姨妈姑姐、三叔公姨妈姑姐全部来玩，要审判他。这个臭女人在我的家里面做了什么丑事，审判他，全部都预备好了。突然间他马上拿这个东西出来，你要知道谁搞到我的肚子吗？现代化一点的、啊、搞到我的肚子，你知道是谁吗？就是这个人，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当犹大一看的时候 ，Oh my goodness， 原来是他。难怪这么熟了那天。Oh my goodness，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男人。那个他嘛，他要落到这样的下场，是因为这个男人没有负起责任，说过的、讲过的不算数。你多少个男人是这样的吗？今天在社会，先做，先发生性关系，哥，我会娶你的，我会娶你，放心 ，I will。Sayonara, bye, take care. 接下来的 stupid 理由，
我们的性格不合 ，OK， 我爱是爱你的，但是我们性格不合 ，OK，Goodbye，不负责任。如果你在我们中间，你曾经是这样的人的话，等一下你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很多男人呢不能够愿意负起那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什么？他怕他失败。他看过他的上一代婚姻失败，他觉得没有婚姻是没有希望了。Why 要结婚？我认识一个人就是这样。我不要结婚了，什么结婚？看到很多人离婚，他很怕他自己又是成为那一个失败的人，他很怕负起责任。为什么你不要拿起责任在家里面？不要，等下很多人怪我的，做错东西的时候很多人怪我的，我不要，我都要 easy come easy go 就好了，我回家睡觉就好了。所以你当你不做的时候，你的家人，特别是女人。跑去做，本来神给他的命定，他的生命年的命定不是这样的，本来是 plan A， 因为你不 respond to plan A， 夏娃逼着自己要去拿起那个责任。顾着面子，顾着脸，不要失败。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面对失败，你是没有办法成功的，亲爱的男生。A champion who is a person who never quit， 不是 never fail。坦白说，每一个人都有跌倒过，有谁没有跌倒过？没有失败过的。我本身失败过很多次，而每一次我跌倒，我都站立起来。在什么地方跌倒，我站立起来。我服侍哦，错了，再站立起来。我不能够说哦，我服侍这个那么差过后，不要再服侍。No， 你不再进步的，除非你要继续服侍。Same thing， 你要去经营的时候，哦，跟你的妻子哦，不懂讲沟通啊，不懂啊，每次讲错话，但你不断的去沟通，学习过后，你会越来越好。是一样的，你要去拿起这个责任。如果你要成功，你就要用勇敢的去怎么样去面对你的失败。Bill Gates 为什么？他说我不会请那一些没有失败过的人，他只会请那些失败过的人。为什么？因为那些他真正学到功课。如果有一个人 interview， 我说我是 full A 的，我没有失败过的，我是 everything perfect 的，所以我不要请你，你走了。哦，如果另外一个人来，哦，我是常常跌倒的，然后呢，我是从一般的时候被赶出厉害的，被开除的学校，哦，好，我请你。他因为他明白一个，他了解一样东西，就是他要的是一个的 champion， 是不会放弃的，不是个什么都会，但是呢，当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一来，砰，哦 ，paralyzed。什么都不要做，放弃，喝酒，吸毒，在那边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男人。今天呢，如果我们要成为怎样的男人呢？第一个，首先，我觉得神要跟我们的家庭说话，很有关系。你跟你的家庭的关系，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你不懂得怎么样去让他们来爱上你。如果是 let's say， 结了婚的，在谈恋爱的，你有女朋友，你有女朋友，你有要结婚的 ，let's say， 或者你有姐姐的，你有妈妈的，你要怎么样去讨好他们，使他们能喜悦你，很重要。不要想到哎呦没有关系的，没有人爱我，没有关系的呀、yeah。所以你就会放弃你自己。你一定要明白，就是其实神也要你去 take care 他们，不是你要去得到任何的
益处。他们说 let's say 我的生命 what I have, what I do, what I say, what I think, what I plan 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的另一半，我是为了我的两个女儿， whatever I plan 为他们，为你可以还有活多少，长命八十，短命七十， I almost there。 我现在不赶快去预备的话，我老了我还有时间预备吗？我还有体力预备吗？没有了。一个真正的男人不会为了自己来着想，他 always think for others。 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着想，耶稣是为你们这里每一个人着想。 He planned for your life, He planned for your future, He planned the way for you to go to heaven. He came. 他来的是因为为你预备道路， Never for 他自己。哦，因为耶稣他要我们敬拜他，哦，我们跪拜他。No， 耶稣要的是你，你的益处，你的好处 ，everything。所以，如果我们要我们的教人开始爱我们的话，我们的另一半爱我们的话，我们要做几样事情，很简单。第一个，好像基督爱他的教会一样，好像基督爱他的教会一样，就是丈夫就是爱你的太太，丈夫就是爱，可能不是丈夫的话，男朋友要爱你的女朋友，要专一，然后哥哥要爱你的妹妹，要爱你的妈妈，爱你的家人，爱你家里面所有的女人， take care 他们，照顾他们，好像耶稣爱他的教会一样。但是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爱，是 unconditional love， 不是 OK， 除非你不走样，哦，除非你不变老，哦，除非你不来暗暗沉沉，我就爱你。哦，很多的 condition， no， 是没有 condition， 没有的所有任何的条件，你爱他。就好像你结婚，你婚姻的时候，你都做了这个 covenant， 你跟他说我永远都会爱你，生病我都要爱你，贫穷我都要爱你，富足我也爱你，可以这样吗？如果不可以的话，你说哦，很难的，很难很难。That's why 你需要圣灵给你他的爱，不是你用你的爱去爱他们，你不可能的，相信我，不可能。第二，耶稣爱他的教会，就像他把他自己给他。所以，男人，你没有把你自己给完你的家人，给完你的另一半。You live for not for yourself, but you live for them. 你做的，你今天你学习，你站起来，你刚强起来，不是为了你自己， it's 你是为了他们，为了他们你站起来。不要想到哦，我要为自己来什么得到 ？No， 为他们，因为爱是时候，爱是给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是爱，所以神爱是他给他的儿子，他给他的儿子给我们 ，is to give， 甚至你要 give your whole life。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经文啊，创世纪29章20节，不用翻开，你们自己看荧幕，这边说什么？雅各他可以爱他的妻子 Rachel， 他等他7年又7年，他愿意等他，因为他爱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等了七年，他说 and it seemed to him but a few days because he loved her， 等了很久，等了14年7年，但是对他来说 to Jacob 好像A few days， 好像一样的阿们爱他一样。今天你跟你的太太结婚多少年？你跟你女朋友一起多少年？你已经开始boring 了，没有新鲜感了。No， to him just a few days。
你有没有常常给予给他，给予给了另一半？什么 anniversary 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做个特别的东西给他？而可能你只是买个小小的卡片，五毛钱的卡片。Oh, 10 years anniversary, 10年10周年，写一个卡片。你要感恩，因为我还跟你在一起。Oh, 不要称为 Archibald, OK? 每一年你要盼望，每一年我要做以往比去年更棒。我的目标就是我每一年我要比去年更棒，我要送更好的东西给我太太，送好的东西给我另一半，送更好的东西。你讲哇，很大挑战呢。 What is the point? 一个而已吗？ She is your whole life, only one. 一个人，如果只是一个人你做不到的话，你不要做了。你不要 爱人哦。你想做主人很困难， Yes, I know. 所以做主人不要，尽量不要，因为太多了，做不完的。 But to her,The one and the only one. 你觉得哦很麻烦。Oh, too bad. 你很难走下去，我不懂你怎样走下去。有的人说哦，水汽已经不美了，对我来说还是很美。哦，也有水汽以前很瘦很瘦。Yeah, no problem. 这样子更加 test 到我，这时候我会不会真的是爱他？我是非常更加的感谢他，他今天他为我牺牲 everything。 本来水琪不要跟告诉别人哦，水琪是全教会最美的。本来，但是当然现在还是最美的，因为在我的眼中是最美的。你要这样看，不要嫌你老婆走样了哦，我要找一个，不要，那个不是上帝给你的祝福。第三个，最后一个，金麦堂可以上来。神爱你，就好像他会，他得着你过后，他会让你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第三个，你要你的姐姐、你的妹妹、你的妈妈、你的女朋友、你的老婆爱你的话，你会不会每一次让她越来越好？你会爱她的时候，你会帮助她变成越来越好，帮助她越来越好。可能或者是你是调转来，好像犹大跟他玛一样，本来他玛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嫁了给这个的大儿子过后死去过后，而第二个儿子也这样对他，来到这个的父亲他也不懂怎样去爱他，把他放在一边偏他，直到这个本来很可爱很天真很爱神的小女孩，今天她变成她要变成一个妓女，所以让她自己在一个的什么地方，一个女生的，想清楚，一个女生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方，没有男生保护她之下，你想她哇，她最刻意去让她的 in-law 遇见她，哎，你不给她途中遇见到一些不好的人吗？他有危险的，你知道吗？但对他来说，他没有的选择。I have no choice。因为男人不负起责任。What I can do？ 亲爱的男生，我们的姐妹 ，baby， 不是 baby， 他们也愿意。但是他们坦白的说，他们每一个男生每个女生都希望不管他多强的 女生，好像 Casey 他很强啊，哇、wow, Pastor Casey， 很多人都很怕他，为什么？他有属灵了，靠近他会死。But 康辉都勇敢的去追求他，哇、wow, 你看，我要想到呀，正确的KC， 不管他 KC 那么强都好，都需要一个的男生，一个爱神的男生能够给到他帮助，帮亲他，鼓励他，陪伴他。一个人走路是非常的非常的孤单，何况是走神的路。
神的路不简单，要成为神的仆人更加不简单。 It's a very tough job。 你跟我一样的，你要你的另一半爱神的话， Please walk beside him or her， 因为是非常艰难艰苦的一条道路。But 男神需要站起来 take the lead， 不是女人带领你，是男人带领你的女人。有一天我相信康威会超越 Casey， 比 Casey 更属灵，上台讲到呀，我相信的。因为当初十年前我也是一样啊，水其是很多年的基督徒，带赞美敬拜，带领小组，跳灵鼓 whatever， 做完了。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是个 nobody， 一个基督庙不会讲华语的人，更糟糕。但为什么十年后我可以今天这样子？因为第一，雪琪她愿意成全， She's a helper。 第二，男人要自己扶起来。如果只有雪琪愿意把我推上去，我自己 不愿意自己上来的话，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不要怪你另外一半，没有了，他太强了，怎么太强，怎么这样强，可惜Casey 应该 downgrade 啊，那康威一定是超越他吗？啊？哪里有人是要 downgrade 的？你要 downgrade 吗？ OK， 把你的钱给我， OK， 很辛苦赚起来的钱全部给我啊，你把你的公司给我。谁要 downgrade？ 每一个人都要 upgrade， 是不是？但是很奇怪，讲到属灵的事情，偏偏我们喜欢 downgrade， 满足我们欲望，满足我们的肉体的渴望而已。没有想过神的男人站起来 take the lead， become spiritual 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读圣经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不要只是想到打麻将而已啊，谁无谁无谁无，我以前什么都会玩，打麻将一定跑一定赢的，赌神啊，因为是我但是我为了追求神，我全部这些东西我抛开我丢开，因为这些No long lasting， 没有价值。打电动，把它丢掉。看色情影片，把它丢掉，更加的丢掉。一个那个是 rubbish， 这些没有造就的，把它全部丢掉。求神帮助我们。神要兴起的是刚强的男人。好不好？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你要让你的另一半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阿们，男人，阿们，男人可以阿们吗？女人盼望吗？盼望你的另一半，你的下一代，你的 brother， 你的这些弟兄会越来越好吗？哦，你不要 ，OK， 那算了。哎呦，为你着想的吗？就是帮助我们，神真的是要兴起很多男人。特别是这一堂，这一堂，这一堂，第上刚才的一堂是未来的，他们很重要，他们是未来的，但现在是 instantly 的 ，instantly 现在就马上可以立刻变成男人的。有小孩子吗？这边没有，是不是？所有都是男人，但是不要成为一个普通男人，一个属神的男人，阿们，能够照顾我们的姐妹的男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们先来敬拜我们的神。你是我灵的一坚固，你是我心的造宝库，与你同在，我不孤独，我要敬拜你。每个人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献上自己在你跟前，让我与你甜蜜共处。
抓住我不放开手，我需要你照亮我。我要一生跟随你的脚步，带我进入你旨意中，哦主，用我全心和我全意，毫无保留献给你，我的盼望全都在你耶稣，我的刚强因你是我帮助，我愿成今天呢，允许我继续的跟男生、男人来说话。姐妹，我觉得我们姐妹都非常的棒，非常的爱神，带头来爱神。那接下来我觉得我有感受，就是接下来挑战会更大 ，bigger challenge。男生，你还要继续让女生在前面冲吗？They do what they do, the best. 觉得我的女生都非常的棒。但是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要兴起的，他要使用的，他要给予启示的 ，is a man， 是个男人，属神的男人。我不懂接下来神会将带领我们 ，but just we have a feeling。我们有祷告，我们看见就是 we need to rise up more men leaders， 我们需要看见兴起更多属神的男人，不单只在教会他们做头，他们在他们的家里面做头，在他们的公司里面做头， be the head and not the tail。 有多少个人 男人，等一下你愿意，你说神啊，刚才听起来我是好像那个头大一又大样，主大，常常推卸责任，不愿意面对那个的责任。不神啊，今天晚上帮助我赦免，我也好像犹大一样，到最后的那一刻，他改醒，他转变，他顺服神，他承认他的过犯。你知道为什么神一定要让他们承接发生那个事情吗？因为透过犹大跟他玛这一代，39代过后，耶稣基督会诞生，在这个的 lineage 这一代里面，他从来没有想过，哇，原来我在神的计划里面有这样大，没有想过原来因为我这个不配得的罪人，不能够接受挑战的这个的男人。差一点点就毁了整个神的救恩的计划。神让它发生，是因为神在你的生命中，你的生命里面有个更大的计划，是你现在你没有办法去看到、想到的。但你不要放弃，继续跟随神，爱神，回应神，神一定会使用你。But first thing first， 第一样是你要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好像犹大一样回转，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男人，一个能够 拿起责任、负起责任，一个能够带领、带动爱神、爱人的一个的男人。神啊，使用我，今天晚上使用我，圣灵帮助我、恩膏我。如果你是这样的男生、男人，等下我们在唱的时候，我要你然后前面的地方回应他、回应神，同一样。如果他们中间有女生，听好，有女生，你曾经被这些的男人、臭男人伤害过、欺骗过，你觉得你不能再相信男人，你对男人有抗拒，你开始倾向同性恋，
不一定同性恋的，开始性倾向同性恋，你不相信男人，你很想相信，但你不能够，你就知道一个东西，有个墙在隔着。今天晚上神要帮助你，神要医治你，不要停留在你的过去，进到神的新的领域、新的命定里面，神要帮助你脱离这个的伤害，重新让你 给你自己一个对男人、对神的属神的男人一个的安全感，不是相信人，相信神。神要帮助你，神要医治你。阿们。他们中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第二次来的，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我觉得今天晚上，神再告诉你，你的生命需要神。你的生命，我知道你一定是看过这样的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出现。这些人呢，不是神所喜悦的。这些人呢，不是神所要给予他祝福的。如果你说我不要好像他们一样的，你来到前面这地方，敞开你的心，接受耶稣，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帮助你改变你的一生。可能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不要让这一代、上一代的这个咒诅去到你的这一代。相信耶稣就等于好像把上一代的咒诅、上一代的软弱把它砍掉，你跟耶稣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一代，一个充满祝福恩惠的一代。阿们。有带着你身边来的，帮助我一个忙，等下我们在唱的时候问过去，问他，鼓励他，陪伴他，一起来到前面这地方接受耶稣。阿们。要回应声的现在可以出来，男生女生。你是我灵的一切苦，你说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男生，你是我心一个更熟练的男生，也可以出来。与你同在，我不孤独，我要敬拜你。神来帮助我们，献上自己在你跟前。让我与你甜蜜共处，紧抓住我不放开手，我需要你照亮我。跟耶稣说，我要一生跟随你的脚步，带我高举们双手来敬拜他，前面要回应神的，高举的双手来敬拜耶稣，要给你力量，用我全心，用我全意，毫无保留的献上给耶稣，毫无保留献。姐妹，把你旁边的手牵起来，你跟旁边的手牵起来，每一个人，
现在到神的面前祷告，到神的面前来呼求，求圣灵来帮助你，充满在你的生命里面，赶出离开那一些不属神的所有男人的软弱，不要负责任，害怕失败，奉耶稣的名字来砍断破碎，预备好，把你旁边的手牵起来，当数到三的时候，我要你一起来用方言祷告，预备好，一、二、三，开始用方言祷告，沙啦啦啦啦啦啦啦，沙里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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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现在按手，过去按手就可以了。西亚拉拉玛拉拉玛亚拉玛玛西亚拉拉玛亚拉玛，圣灵请你来恩膏恩膏恩膏他们，圣灵请来恩膏他们，西亚拉拉玛亚拉玛亚拉玛西亚拉拉玛亚拉玛，恩膏他们，西亚拉玛亚拉玛拉玛西亚拉拉玛亚拉玛拉玛拉玛。去祷告，去呼求，呼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来动工。圣灵，我们需要你，在你在我们中间，恩膏他们，恩膏他们。沙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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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西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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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医治，医治我们的姐妹受伤害的。圣灵医治他们，拿走一切的过去的伤害，我们要跟随你，高举们双手。真的继续的把你的右手紧，还没有被按手的，你觉得或者你觉得你需要被祷告的，真的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但是 你不一定要人按手在你身上，因为我相信神他现在在门中间来运行，只要你凭信心有信心的就在你的位置上面领受。神啊，你跟神说，神啊，我要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男人。真的，我知道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多的要求，很大的挑战。真的，我愿意，我愿意，我要看见，真的，我像我所爱的人，他们得到造就，他们得到帮忙，他们得到帮助。真的，我不想这样下去，我不想这样子懒散懒惰，逃避这个责任。神，我相信神啊，你有美好的计划在我的面前，在我的道路上面，真的是我看现在看不到的。虽然我不明白，我不了解，我还没有看见，真的，但是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从一个最基本的开始，就是一个愿意，成为一个愿意起来承担责任的男人，不单单是在家事、公事，并且要在教会
要叫教会呢要拿起一个重要的一个的责任岗位，因为神啊，我要成为一个头，一个的榜样，直到我的下一代都会以我做榜样。他看见神啊，这个爸爸怎么样服侍神，怎样摆上，怎样兼顾家庭。神啊，我的儿子我的儿女也是要学习我爱神敬畏神跟随神。在我们现在的位置上面，你可以开声拿神的面前祷告，跟神说，神啊，你的期待是什么，就是帮助你给你看见，不单单是期待而已，而且把你的期待能够成就。在今年，在今年，不是明年，是今年。前面要相信弟兄，要相信耶稣的可以看我一下吗？相信耶稣很简单，我没有很长的时间跟你说我过去我怎么样，现在我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从来不后悔相信耶稣。如果不是耶稣，我肯定我没有今天，因为耶稣我整个生命改变。说你看不见耶稣，到底耶稣在哪里？我看不见，但是好像神说，神好像一个灵，好像空气，我们不用看见空气我们就可以呼吸起进去，我们不用看见冷气我们就感受到冷气的冷，神的灵一样。我相信你会出来是因为你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在你的身上，神爱你，神要帮助你，给你一个新的一个美好的 future， 美好的将来。只不过他必须要，他不能够只是把祝福给你，他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帮助你，带领你一步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所以现在我要带领你做个接受耶稣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很简单，只要口里承认心里面相信，耶稣就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 OK， 所以等下 我说一句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句 OK， 先闭上你的眼睛，要相信耶稣的闭上你的眼睛跟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亲爱的耶稣，我要相信你，我承认你是真神，我也承认我过去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有得罪神的，有得罪人的。神啊，我求你赦免我，饶恕我，用你的宝血洗净我，我相信你是真神，唯一的真神。我要敞开我的心，接受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带领我，掌管我，帮助我。我要更多的爱你，因为你先爱我。耶稣，我祷告。使用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真正的女人，一个属神的男人，一个属神的女人，能够把祝福带进我的家庭里面，神啊帮助我，对我说话，我需要你，帮助我，能够委身，继续来跟随你，来认识你，不放弃。谢谢你耶稣，确定我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一起来说阿们，阿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耶稣，阿们。